如果你还真的能再次找到他，你去安排秦兵斩草除根。事已至此，我们也只好借助外力，去找一个叫魏庄的人，要他们替你抓一个孩子回来。 魏庄，你还活着？我魏庄这辈子做的最蠢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去救你，去救你！ 受御煞之力的冲击，神志不清，痛苦难耐。可是，等那个女孩抱住了天明，天明就突然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这孩子，他继承了我的血脉，他是玉龟。他原是上古大巫，西仲的后代，而且是西氏一族的圣女，他本该终身不嫁，没想到。 却遇见了你。六魂口中虽然没有治疗之法，却有一个缓解之法，用至亲之血供养。巨子给我的感觉，很像我爹，甚至连巨子给我带的点心，都跟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我才是医生，我知道怎么做对你最好。可我是父亲。 我知道怎么做对我的女儿最好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爹就是巨子，而且他不打算跟你相认。他是我们墨家耗时300年精心建造的堡垒，不但隐秘，而且还很安全。几百年来，一直是我们墨家的大本营。侠盗王道。 莫问莫问。看来，每个到达这里的试炼者，都必须做出选择。不管你是谁，在我本打士眼皮子底下闯禁地，我就要送你两个字：找死。少羽和墨家不是同路人。 少羽要的是复仇，要的是以武力雄踞天下；而墨家要的是兼爱非攻，要的是侠济苍生，为民谋福。这把剑，配在我身边也有10年了。自今日起。 就交由贤弟保管吧。从那一刻，我就发誓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就要替京兄完成一志。以前对你三缄其口，实属情况复杂，害你牵肠挂肚良久，实在是抱歉。蓉儿，蓉儿。 这两个冰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，他们会一直牵着手，即使有天融化了，也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永远都不会分开。
你所向披靡的武器，你只有让自身强大了，心无阻碍，你才有资格夺得天下。这就是你们想要的东西，看得见却摸不到，即使摸到了也留不住，所以争什么呢？这把剑还给你，从今以后就没有赤练这个人，从今天起他将属于别人，与你再无瓜葛。我下定决心跟你在一起，原本只是想埋葬过往，可后来我发现这世上竟然有一个人如此懂我爱我，而我也爱他。为什么不试试以实相告？中车府令大人，我想请你帮我破掉墨家机关城。为何出尔反尔，帮着秦兵攻打机关城？我犯的是墨家，又不是你。你别想敷衍我，凭我的实力，我一定可以打败你。跟我打！